今天呢，我们沙湾地咖呢换了 partner。Yeah, I'm Laval 陈佩嘉。话说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进行勾芡斗虾 partner 来到槟城。那来到槟城，怎么可能要错过他们的美食呢？是的，而且我发现这个很奇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看过。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那一些炒龟雕的感觉，不是它的味道很像炒龟雕，但是它的感觉很像那个果冻。哦，真的，拿去炒，真的。懂一的 Jelly 这样子。不过先跟大家说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点呢，是在槟城的七条路巴沙。七条路巴沙，听说这里只是当地人才懂的地方。哇，他名字很难念啊。七条路。OK， 然后呢，本地人哦。叫这个东西叫炒砂锅啊，其实呢，我在猜想它的做法应该是把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西米露啊砂锅啊，把它融入在一起变成一块，再拿去炒。其实 Eddie 我不喜欢吃这个砂锅。你不喜欢吃砂锅的吗？吃那个西米露的时候，我真的不喜欢吃。我超爱，因为它没有味道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很有味道，来，我们先吃。它入口就是很咚又咚，很像炒龟雕，很像。它的味道是炒龟雕的味道，很重味道，有很道对吗？因为有辣椒，有辣椒，有那个三八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很喜欢它的口感，我觉得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很两极化的，一就是你不喜欢，因为有一些人他不喜欢软软的东西，他觉得很割裂的东西，像我本身就蛮 enjoy 那个口感的，是吗？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可以推荐他来这个什么七条路巴沙，在槟城可以来选这个炒砂锅。嗯，我觉得你不懂名字的话，你去问哈，应该这里的人都会懂。叫炒砂锅。嗯，好。这是什么？这一个呢，叫罗汉果。刚才的安迪就问我，你要什么料？我说什么都要。那其实就是好像我们在 KL 喝的那个八宝冰，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青口乌龙啊，它里面有龙眼啊，它味道其实是还蛮好喝的。可是我觉得它冰有一点多，安迪下次不要放那么多冰啊。它就是甜甜，因为这个环境很热。是。如果你在这里喝这个很冰的东西，就很爽。其实我很想把所有的杯子拿过来。因为这里真的很热。真的很热。而且再到我们刚刚做完秀就赶过来了。OK， 来这里要吃炒砂锅。走开啦你！好了，吃面啦！哎呀，刚才呢，我们就吃的那个炒砂锅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就要吃来到槟城要吃的炒粿条。我觉得在槟城的炒粿条，不管去哪里吃，都一样好吃，都一样美味。重点是在于它的虾有没有？它的虾有没有？很大一只！我发现槟城的人都很喜欢吃这个豆芽，什么东西都有豆芽，还有放蛋。可是放蛋是要加钱，五毛钱啊，好像。啊，五毛钱，这五毛钱内了啊。因为蛋味很重，有点胖。我们等了很久啊，我们等了20分钟，很多人等到了是没有很值得，但是 OK 的。我觉得有比 KL 的好吃。可是如果槟城比起来的话，可能就不是这家最好。我觉得他放这个东西进去有点不能够融入在一起了。来过来。可是他的虾我想要吃一下。好。嗯，他的虾很新鲜。其实我想说一个缺点，就是他蛮小碗，他蛮小碟的。这里的炒粿条是这么小碟的。真的吗？而且他那边开始写，如果你是要加粉的话，就要6块钱 ，no 加蛋5块半 ，no 的话就5块。哦，原来。好，总的来说呢，我还是最爱炒砂锅。哎、欸，我是这样觉得，炒砂锅比较好吃。哎、欸。